跟喜欢的人约会，无意间看到了他的聊天记录，我很生气。他和我解释后才知道是误会，可没想到这时候又来了个短信。哎，彤彤，他不请咱吃饭了，我请你吃饭呗，咱正好这点儿就是也挺晚的了，吃个饭呗。我这边还有事儿，要不你今天先自己去吃。啊，哎，不是你有啥事儿，我陪你去呗，我一会儿没啥事儿了。啊，不用，我这个我自己就可以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是山多有慌张，期待着看夕阳陪着我流浪，连一群黑西装挽手过教堂。你问我什么样深情的对望，都是我喝醉的想象啊。胸中情话不能说，旧木拖车熄了火，把磁带还给我，再听最爱的歌，要不然会显得落寞。对你爱